跟品文吃饭。饭的时候就是不讲什么的，然后他是谁帮你下班？是生日快乐！咚咚咚咚滴！这是狂粉才会买的吧？天哪，现在有铁罐的，好可爱哟、生气子火腿意大利面，还有焗烤面包，然后跟青酱透 Q 披萨。哇！好丑哦！我觉得是选错。没有。对啊，真的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哇！我觉得要一个人转。都在对面耶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。我们就往前走啊，他就在前面而已。你的脚也被钉太惨了，对啊，想要被打。再见。很适合在饭店的房间耍。很适合，都不要出门。很适合。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当自己有很多绝望或者开心的念头，就是想办法。
塔可。头发里的人应该就是大量健康健康。很适合这个店。前低后高，你知道吗？老一，好了，但是你看这，我估计做的少，因为没给那么快。洛伊，拜拜。还是你要把它带安全？你会想我吗？点头。好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拜拜。好扯。好酷的红茶店哦，超酷的。真的卖完了。Yeah.